这么大这么深的水池，是不是很多人看了都想进去游两圈呢？大型水滑梯、水上浮具、造浪球等这些好玩有趣的设备能给游客们带来很多乐趣。看水池边缘还有许多净水设备在不停地清洁水质，有这样的清凉解暑游泳池和这些整套的水乐园设施，相信能够给商家招来不少的游客。